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受苦毒，和平信息大延伸，开启道路大复生，犹太外邦的救赎，同门圣灵赐恩宠。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受苦毒，和平信息大延伸，开启道路大复生，犹太外邦的救赎，同门圣灵赐恩宠。受孤独，和平信息大延伸，开启道路大复生，犹太外邦的救赎，同门圣灵赐恩宠。